人跟人的关系，这种关系足微妙，一种信任感，即马找啊找无。亲亲，你来背三含字来背五九三哩九三含亲来认识。责任就以良心为准哦，解放两方拢会正确安尼样。台江地区是台湾发展的重要门户，先民勇渡黑水沟的冒险精神与在台垦殖的艰辛故事，又如台江内海层层堆积的海沙般，世世代代累积多元的长民生活样貌，丰富了岛国的海洋文化。顺应土地脉动，在这块新生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竹田为温，从有国鱼之称的虱目鱼，开启了台湾养殖渔业的发展历程。荷兰人来台湾之前，他们就占领了东南亚地区，像印尼就是他的殖民地。他来占领台湾之后呢，他也把在印尼他们看到当地的人民养殖虱目鱼这样的东西引进到台湾了。经过300多年的努力，在1980年代更获得养殖王国的称号，成果扬名世界，将弹丸小国的国民带向国际。每年春夏之际是虱目鱼苗盛产的季节，因应计算鱼苗数量而生的鼠鱼歌，在每一位亲身经历产业变迁的老渔民口中细细吟唱。为啥讲点鱼啊？就是爱念出来，啊，卖较卖人有闲咧听着讲，哦，安我信用你，无准就免念啊。你念出来这个哪会算会疲劳会损害啊？啊，我都干脆拢唔免念，我嘛是完全足顺顺，为着这个发音出来，就是变成良方的信用。以良心为准哦，解放两方拢会正确安尼。我的强别长别长的别长是别是的高长啥高啥的高啥的强的人情味。咱唔当唔好啦，唔当嫁人啦，爱算有算人好人啦。你若算无够好人，后边咱就放个接手牌，然后放个接手牌，后边就改买。三杯来，一生的十五杯，算有强有弱，是阮阿买啊，一拢毋是人用来买人啊。所以咱爱以中间者安尼共算个标准啊。以上有在条啦，一定爱算好迄个，迄个买数哦。看讲好，你得算规划规划安有性格，啊你若无想哦。你若不想出来，不是不知算到几位。其实我要讲的是一个文化，伊个存在过是，竟然是一个，我来做采访同款，吼、哦，公正的第三者。我对这种较早这种文化有一种个，咩讲人跟人的关系，是我想要写这条歌的重点，就是这种关系足微妙，一种信任感。1978年，我走去菲律宾东南亚渔业发展组织，领导这个国际团队，头一次这个沙巴鱼，这个人工鱼苗，这个把它。做成功，73年都已经两三几啊百万块仔啊，提去台南市，一尾两毛半安尼，足便宜啊！对央视的这个负担也减轻真济。一年咱要生产几万公吨的鱼啊，因为种苗拢无这个困难。人工繁殖虱目鱼苗，使鱼苗的价钱大幅降低，属鱼工也逐渐失去工作场域。用不会，我台湾生意台湾败去，你看，就好像不会，咱都台湾买只较俗哩，啥呢？
是要这部分，这是要两三天，咱就爱海用抓太好啦。反四五千，这本剩无五个人啦。啊，较早干那点皮也是上少要七十个以上，少足济个啦，差不多少百分之八十去啊。哎呀，规个拢要绝种去啊。咱的祖先对中国来到台湾，一代过一代。经过台湾特别的地理因素和历史的演化，搁这么侪族群互相的融合，予咱的音乐文化有特别的所在。少爷歌都会当见证到这个情形。五尾的算你拄站尾，站三啦，站七。讲到台湾音乐的传承，少爷歌算是真有台湾音乐的声。咱也会当予咱后一代去看到少爷歌的记录，也是咱的老师、咱的教育者用少爷歌应用伫个教学内面。予咱的囡仔去知影、去唱、去感觉。也是去听到艺术家，用少爷歌所作的创作，也是流行歌手用少爷歌所作的流行歌，安尼台湾音乐的文化，我相信也永续长存。你这个含量就不知道，他们是没想离开知了。我用谐音来讲这件事情。你喜欢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啊，咱要把这有价值的东西转换成钱，啊，要算伊的数量，啊，这些东西，乞丐知，伊唔知啦，是咱人知尔啦，天公伯也知啦，啊，做好一下这个事，还要再算伊知，啊，乞丐知，伊唔知啦，一个比较调皮的想法来讲这些。Yeah.